11月我们到中国去，那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飞到中国。那我们这次去了惠州跟深圳啊，那去看看了一下文化，然后吃一下他们的神奇的食物啊。那影片我会放在下方链接，那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 vlog， 反正有兴趣就去看一下。那我不太敢把一些负面啊或是很神奇的东西放在那个影片，所以那个影片偏无聊，因为我怕会被挡消失，所以。偏无聊啊，但反正就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